我哋以為你哋喺我哋呢度開學校，點知你同班地產商夾埋，出霸住我哋啲地。網上流傳有份記錄，可以證明當年雷華碧賄賂班官。我分析過呢班 hackers 應該仲未有雷華碧嘅賄賂證據，所以我哋一定要先發制人，抄呢班 hackers 出嚟去阻止佢哋。大佬。